主料中筋面粉400克，辅料猪油130克，绿豆馅525克，清水450克，白糖3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先做水油皮，材料为中筋面粉200克，白糖30克，水100克，猪油30克，加上素材料全部倒在一起，拌匀成面团，将面团分成35份，每份约10克，然后盖上保鲜膜松弛半小时。再来做油酥，材料为中筋面粉200克和猪油100克，混合在一起揉匀，将油酥分成跟水油皮一样的等分，35份，每份约8克。取一个水油皮弄成圆形，将油酥团包在中间，然后包起来，收口向下，用面罩将面团擀成椭圆形，由上往下卷起来，卷起的面团换个方向，再次用面罩擀成掌形，由上往下卷起来，静置15分钟。静置好了，将面团擀开，将绿豆馅放中间，绿豆馅也分成35份，每份约15克，包起来收口向下，用手压扁放进烤盘，烤箱200度提前预热，将烤盘放进烤箱中层，上下火烤30分钟。烹饪技巧，我家的烤箱比较热，所以没有将酥饼翻面上色，也挺好了。如果豆亲对酥饼上色不满意的话，可以将在后面15分钟将绿豆饼翻面放上层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